这头女医主人找师傅给她修蹄子了。看看这个脚丫子。哪个？这个灰的灰女。哎，小哥的。他找到在这儿点了这儿贴。哼。不动了啊！好了，好了，那俩人，人家说，来，看看，看看这个床，这个床，来，小怪，你，看这个床呢，不动，没看过，多大个玩意儿，不动啊！挨上面的不要。一会儿一铲脚底就好了。你说到那是酱吗？酱，这是个酱，你看这个姿势。什么？咋来的这道了？嗯，他得使劲压着架子，看这个架子呀，看这个架子要倒，走走吧，鱼，嗯，咋赖呢？跪下来直接，架子不行，师傅得把那个前面给它拴紧一点。你看他还倒呗。不是，这里。不动。别动！别搀你了吧，队长！队长，别搀你了吧！哎呦，老飞就烦啊！别动！哎，再拧一圈，绑紧一点。嘴巴都成这样了，就扭了一圈。你看看，你要爬山爬上去了，不让拧。放，我说吧，这皮带你都揪下来。就差一圈了。啊、哦，不听话的代价。再拧，又拧了一圈。哎呀，还是不让。啥眼光？实在是不听话，叫主人把耳朵拧住。哥，哎，你这个好了，可以了。嘴巴没取下来，那、这个。师傅，这个嘴巴，嘴巴没解。你上车再接，你这是上车了？这叫什么接？啊，上了车再解，因为他不听话。听话，听麻了，上车。解的话，那就不上车了。啥一声呀，老总？又是电棍儿。哎，我理，
一会儿不是不是不是，哎，上去了，上去吧，上去了，大夫都在屋弄，谢谢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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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